Hello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峰叔叔。我今天又来游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Doki Doki 心动文学社，听说是一款很温馨的恋爱的文字游戏。只不过这个一开始给我的标题也太不妙了吧？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者是心理承受较差者的不适，我只能说。12岁的小朋友们，听到这里，赶快把游戏点掉，打个叉叉，赶快离开吧！真的，听起来像很可怕。Doki Doki，好，那现在有画面上有4位女生角色，以叔叔的爱好的话，其实我第一眼会选那种娇小可爱活泼，大概就是这位了吧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可能就会选这个看起来不错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了吧？我的名字，Fenchifies，还是我要叫一个日本的名字啊？叫做沙士里，是我的邻居，也是我的儿时玩伴。哦，沙士里，知道那种你现在的你绝对不会交上的朋友，因为。时间久了，顺其自然成为感觉朋友的感觉吗？哦，我是没有青梅竹马，所以说我也不知道。像这样一起上学，不过上高中的话，睡过头的频率也越来越高，就懒得等他。什么？可以跟青梅竹马一起上学耶？这种梦寐以求的事，如果能让你开心的话，我会去一些社团看看的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这个进入社团之后会更让他担心吧。但我可不一定会加入哦。如果当我知道，当沙士里知道未来主角加入的社团，应该说我加入的社团满满都是女学生，他会怎么想？他就说不要，你不要再去那社团了。哦，是个直发妹子，直发童子又童子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无言以对。难道我进入到了后宫吗？这社团全都是超可爱的女孩子，哇！我靠，也太痴汉了吧！我靠，如果我不知道这是正常向游戏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会让你宾至如归啊，这些发话好像有点危险啊。这个制服有点不科学啊，也太贴身了吧！这个如果在现实生活中，而且这制服这个紧身衣吧，因为这边应该顺下来是平的啊，我是说它不会像这样凹进去。这个设计叫履带设计，是这样吗？该不会要创作诗大赛吧？不会吧？不，我最讨厌了。哇，我连这个剧情都很深刻，是怎么回事？好，举头望明月。低头吃便当，可以，我会。我还有其他的社团想看看，而且，完了，有4只小可爱的小动物用水汪汪的眼神在看着我，这能拒绝吗？哇，他每个都说起来了，这里做的太细腻了吧？哇，有4个八字眉，没有，这个不是八字眉，他是生气。果然是傲娇是不太一样的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思绪都在那4个女孩之间游转。怎么？你在想要先从哪里下手吗？不是，是我在想。这个 A， 这个 B， 这个 C， 这个 D， 没事。我说数学成绩啊，有人说我已经进了下数线了。可是我不想要下数。哦，下树。我才刚刚说这4个里面最不喜欢就下树，就我就走入我下树的剧情。嗯，你不懂吗？他的表情变了，不是很懂什么意思？你不和自己的朋友分享漫画吗？难道这又是一个可爱的妹子，但是其实边缘人？这太夸张了吧？应该不可能吧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么可爱，那我可能是边缘人。
至少到了最后，付出也有回报了，不是吗？我是指，至少我还在这读着这本书。哇靠，这男主角也太会把妹了吧？不是啊，我也太会把妹了吧？老鹰能飞，猴子会爬，蜥蜴会跳，马驹会跑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写起来很像很有意境，哎，好厉害哦。就像我每句话的句尾押韵，但随即就刻意押错韵。哇哦，他还前面有放那些小心机哎，所以你这样这么做，似乎比我意识到还要更深入一些。这就是专业，他摇摆了起来了。灯下魅影，我卷曲的长发，浸染在街灯的琥珀光下。我想就是他吧，在时光的冲刷下，仅存的最后一盏街灯。哇了发，我怎么看不懂？这什么字？我的字写太糟了，没有啊，他怎么知道？什么？我完全没有这么想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知道我读很久？这游戏好可好可怕哦！我看那个应该是读比较久的，我只是不常读写手写体而已啦。我其实觉得你也挺漂亮的，对，我刚刚也是觉得他的字挺漂亮的。哇，这个好厉害哦！哦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有你投入很多的心力去取悦我们的新成员吗？哎，我才没有，你只是嫉妒飞雪白子更赞同我的建议，而不是赞同你的。哈，你又知道他没有更重视我的建议了，你就是这么自负吗？我才没有。如果我有像你说的那么自负，我就会故意把我做的一切都变得过于的矫揉造作。他在暗讽下注的矫揉这样造作吗？大家都还好吗？杀死你想要劝架。哼，你知道吗？某个人自从飞絮法子出现后，胸部就神奇地大了一个罩杯。最好会这样啊。夏树，夏树，你是说的有点，这跟你无关。各位，我不喜欢吵架。该不要叫我二选一吧？太夸张了吧？该不要叫我选什么？我们两个人是，你喜欢谁的？这种的话，倒不如从这边那个窗户啊跳出去。这到底要乱选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傻师弟，帮帮我！这应该选不出来吧？这是两边同感下降的选项。傻师弟，是傻师弟会因为各位的争吵而感到不安。明明会知道让朋友产生这样的感觉，你们怎么还能吵得下去？我只要紧张就会变口音。还有，夏初很可爱，这句话绝对没有错，有点。胸部也和往常一样又大又漂亮。完了，这边的刚才有没有看到平胸刚刚中箭了？杀死你！我去泡点茶。他发呆了，他是不是发呆吧？是坏掉了吧？刚刚被捅了一刀。果然是个吃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有个吃货当女朋友超好哎，因为他只要生气的时候给他吃。我只要迟到，他生气给他吃。他什么结婚周年不是在一起周年纪念日，带他去吃。然后庆祝什么，带他吃，什么都是带他吃就对了。这本来就是要给你哦，夏树出现了，夏树你人真好哇！果然吃货就是要喂食，瞬间变好人。天哪，你快吃吧！哇，好粗，真好粗。部分，你连外套的扣子都没扣好。傻弟，说真的，为什么还找不到男朋友吗？真的超过分嘞！抱歉，但可是你之后会感激我的。当你发现自己看起来好多的时候，你就会改观了。什么？居然可以做这种事情？什么？可别那么说啊，你会让我觉得很奇怪呢，小笨蛋。啊，
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这就是对我暧昧的时刻吗？为什么会这么难扣上？这衣服真的是合身的吗？哦，等等，他前面的第一制服，白色那件制服也太夸张了吧！这衣服太小了吧？你在笑什么？别那么大声啊！算了，至少现在看起来好多了。关于学员记的事情吗？不是说要用杯子倒蛋糕吗？小装饰哦，哦，沙士里。我们要表演，该不叫什么诗歌朗诵吧？哇，准备好回家了吗，沙士里？哦，要刚回家了，有点羡慕了呢，嘿嘿嘿。天哪，各位，别小题大做了，好吧？啊，不然你们三个一起来啊！我家很大，当自己家，吃饱睡，睡饱吃都可以，累就睡。嗯，这是什么问题？你还真是难倒我了。为什么他不会说？为什么他不会说下述吧？表示我对尤里的好感是比较高的。沙士里，你真的会觉得我会抛下你而选择尤里吗？当然是大家一起来啊！嘿，沙士里，我在面前换手。哎、欸，沙士里，你又晃神了。嘿、欸、嘿，真不好意思。不要理我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去跟别人聊天。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啊，怎么可能会有事呢？我只是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在状况。抱歉，我想多了。天啊，你真的担心我？我担心过头，我没事了。你看，嗯，好吧。既然你就这么说，该不会沙士里要坏掉了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这情绪起伏也太大吧？这个还好啊，这很日常的一些事情啊。你这样也要坏？喂，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，不过。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沙士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不是由我来问你吗 ，Benji Vice？ 看起来比我还更了解多。是啊，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他总是会跟我说那些困扰着他的事情。难道他困扰的事情就是因为有关我？这什么意思？果然，主角的特色就是一定是要对感情是超麻木的那种。难道就是在第一天我所说的？沙士里啊，你不要把我拉入社团啊，你绝对会后悔的。难道要发生这种事了吗？我还是最了解你啊，沙士里。哇，盖白，我可能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但是现在的我无法理解你的感受。告诉我什么可以让你开心起来？没事的，抱歉让你看到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沙士里，哇，他跑掉了，我还没看他的诗的内容哎。那么尤里，你的字很漂亮对吧？那你可以做一些看板的装饰品来帮忙建立气氛。我爱气氛，哇，他突然燃起了斗志。我看到了你的思维已经开始狂奔了吧？话说回来，现在只是你了，真正意义上毫无作用的人。我就是吉祥物的存在啊！啊，就是装满了，我知道，我最会了。这跟其他人共度周末吗？不建议你共度。OK。不会吧？为什么要出这种会让我死掉的难题啊？现在是要问我说，尤里。以及下树掉到海里，你要救谁？差不多至于这种了吧？我觉得我要去关心一下沙士里吧，还是其实要选莫妮卡？为什么沙士里有三个点呢、啊？就是点点点啊！我是指，如果选任何一个都可以的话，那我更想帮沙士里。我的意思哦，毕竟我们是邻居，还有莫妮卡说沙士里会帮他的。哦。没这么回事。我想我该帮莫妮卡。耶、yeah, ，你选了我，哎、欸，给我等等，是
不应该那么直接不写的翻错了。看这音乐好棒！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为什么放这好像要吵架的音乐？这一点都不重要。你一开始就唬着他，他选你的莫妮卡，可是社团的社长。你所做的决定不可以有用心啊，别有用心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说真的，你们两个听着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不要吵架，真的。为什么都要吵架？只是不会吧？也许这么说没错，莫妮卡还是为社团想想吧。如果我们的赏识会成功，我们得合理分配才对。啊，自然就会出这些事情嘛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那么就那么做吧。我想帮谁啊？我到底要帮谁啊？我选择死亡。好，我觉得一个是做杯子蛋糕啊，一个是做一些，我觉得尤里好啊。我觉得要牺牲比较重要，因为毕竟是上司。从沙子里那天提出离开社团之后，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。不是说我们会互相。不是说我们整天会互相发简讯之类，但我心中一直为他担心。沙斯里和莫妮卡说的话之间总让人……我真的能在沙斯里需要我的时候毫不理会他的情绪吗？我决定在妖里来之前先去看看沙斯里，如同我们过去一样，我没有问他，只在讯息中说一句：“我过去一趟。”到达沙斯里家，我。在进去前敲一下门，应该说我们以前我们常常一起玩，所以我们都养成了把对方房间当成自己家的习惯。房间里很安静，沙斯里不在一楼，所以我猜他应该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。他没跑下来欢迎我就已经很奇怪了。等等，我觉得有不好事情发生，不会吧？我走到他的卧室，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他。沙斯里，哦，幸好。哎、欸，如果我没有发现那个愚蠢的错误，那么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我，你也不会因此而过来。你现在也不需要想着我，这就是，但这就是对我的惩罚，不是吗？正因为我的自私而受到的惩罚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让你今天过来了。这是别无选择，事实就是我至今的人生都在忧郁中度过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我为什么每天上学都会迟到？那是因为大部分日子我连个起床的理由都找不到。当我完全清楚自己多没用的时候，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做任何事情呢？为什么要去学校？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交朋友？为什么要这样那么负面？是忧郁症吗？我被震惊到了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我认识了沙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他是怎么把这一切都在我面前完全隐藏起来？因为如果我告诉了你，你就会费心在照顾我身上，而不是去做重要的事情。我不想要被人关心，但别人关心我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既甜蜜又苦涩。有时候感觉蛮好，但有时候就像是被棍子打在头上一样。哈哈，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你跟所有人交朋友。对我来说，能让大家的快乐一起就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看着你和其他人越来越亲近，让我感觉很像长毛穿心似的。哇，这个选择到底是我要关心沙子里，还是不要关心他？他好像两难呢，他两边都会受伤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世界只想折磨，真的是这样，每条路的尽头都只有痛。不行啊，你这样有点钻牛角尖了啊！抱他，抱他，沙子里，我不在乎你是否会觉得自己自私。对于你能说服我进社团这件事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能每天看到你就已经值得了。如果我能跟其他人交上朋友，那也只是额外的收获。但请你一定不要低估了我有多么在乎你。这件事绝对不会改变的。
这样对我，拜托不要这样。我差不多到尤里来我家的时候找我的时候了，要不然你想过来帮忙吗？会很有趣的。啊，这对我来说很难完全理解，不过我会尽全力去理解的。好吧，我很期待。我把尤里带到我的房间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奇地环顾了我的房间，搞得我有些紧张。是有藏什么色色的东西啊？等等，别看那里面，东西掉出来了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了？这句话有点怪怪的。增加气氛的小道具，气氛灯效芳香蜡烛。哦，哇哦，我都不知道你打算做那么多哎。嗯，没必要那么焦虑的。你可以放松一点，放松。我带黑钱用来放松的东西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打算用它在赏识会上。它该不会是？它该不会每个人都有一些黑暗的属性，然后它是 S 女王之类的？这是精油的扩散器，你对香薰有多了解？一点不了解。渗透到身体里，放松。正能量、浪漫、深思，这是什么宗教团体吗？按下底部的开关，还有喷雾哎，紫色的吗？尤里把一卷长红色丝带拉到他想要的长度，然后从他包里拿出一把小刀。哎，这把刀出奇地漂亮，银色的刀柄刻着错综复杂的图案，刀片本身则带有淡淡的蓝色。那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刀，看起来真花俏呢。那是什么？尤里不管它是什么，我都没有理由去评判它。人各有所好，不是吗？嗯，我保证。喜欢刀，我情不自禁。我对它的锋利程度感到好奇，于是用食指轻碰一下刀尖。哎。到底是我有人那么笨的吗？我没想到他那么锋利，我几乎没碰到他。还是这是一把妖刀，他会能像茄子一样切开皮肤？你是有做过吗？你怎么那么清楚？一小滴的血顺着我的手指侧面滑落，尤里抓住我的手。他该不会要吸吧？如果你怕血，那我去把它冲掉。真的，正常人会这样做吗？我能感觉到他的舌头在我的手指边环绕，我吓了一跳，本能把手收回去。怎么回事？是血的吗？尤里，我觉得你有点反应过度了。好啦，听我说，我拿起尤里的手，回舔了他的食指。等等，这个是，我现在是身在古代吗？现在是有一种中古世纪欧洲那边，就是以眼还眼，这样的概念吗？很多临时的一张卡吗？你砍我手指头，我给你砍你手指头，你舔我手指，我也舔你手指。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尤里迅速。拉下了袖子，让袖子覆盖他的手臂。啊，没事，你的脸有点红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是在自残？是啊，我不小心把颜料弄到你的身上了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马上去拿毛巾。哇，这个戏剧图！这里，我用毛巾轻轻地擦拭着尤里的脸和脖子，对。但是尤里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哎，
哈。我继续把我的手放在尤里的脖子上，是茉莉精油的方向给我这种晕眩的感觉吗？尤里的温柔的手指环绕在我的手腕上，通过我的手臂传递着令人激动的感觉。忽然之间，他的脸似乎比刚刚靠近了许多。这个精油太猛了，去哪买的我也要。啊，也就是说你没有时间了。我原本还暗自希望在完成工作后，我们能有额外的时间。你等等等等，你是想要做什么？收拾完之后，尤里看起来有点低落。我能理解为什么，他似乎很少有机会能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下和朋友待在一起。想明天见到。等等，我想都没想就说出了这句话。关于今天，时间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样的充足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再这么做的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想，都可以过来。我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。你是真的傻了，还是你是故意讲这些话，还是你是天生就是一个撩妹大师啊？你整体今天飞去 Vice。那个小镜头那么靠那么近，不过在我来得及回应之前，尤里突然退回去。啥是你？哎、欸。啊，嗨，嗨，这个 B 卷，哎 ，B 卷，哎 ，B 卷出来啊 ，B 卷，没有没有，就是要让画面这么尴尬，B 卷呢，就是要这么尴尬，啊，泪水开始从沙士的脸上流下，好痛啊，这一下好痛、啊，沙士的，别这么说。卡是对的，我就应该。莫妮卡，什么是对的？沙士里，我之前说的话绝对没有半句谎言，我不会让这一切继续下去。这样关心你，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的负担，而是能让我快乐的事情，是我不会拿任何东西来和他交换的事情。我就是主角这样讲话，像是当男生劈腿的时候，哦。赶快说些好话，挽救的感觉。他前面撩我那么爽，所以即使他需要花上一辈子，我也会在你身旁，直到你再感受不到。你还相信着我吗？即使你不能理解你自己所有的情感，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会给你的。这个剧情，这个选择，这个就是。这些我爱你没错，这个说什么你去死你知道吗？这个绝对不是那么长的这一句话，这是也是三个字，简单扼要。不是说我爱他 OK 啊，我原本就是要走沙士路线的啊，可以啊，那你就走了。突然之间沙士的紧紧的抱住了我，我抱着沙士里，把他拉得更近。你再也不需要放开你的手了。我也是。我感觉到沙士里抱着我的力道减弱了一些。沙士里，没关系的，沙士里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让一切又好得起来。怎么突然变我是渣渣了？怎么回事？直接回第一次写诗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快回去！为什么？等下爆炸了。不过，不管需要花多少时间，我都会一路陪伴着你的。这就是当下最重要的。这游戏是反向操作啊！不能说我爱他，我说反而我爱他，反而害他。对吧、啊？是这样没错。所以我要跟他讲说，我们是永远的朋友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怎么选才是对他好的，好难摸透哦、啊。我知道我爱他，他也爱着我，但是对于沙士里的情感，我跟他有一下有着理解上的障碍。即便我可以安慰，是我知道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沙士里是我最重要的，只要我能。有个开心的未来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
今天就是学员季了，一直来都是跟沙士一起上学，就像今天沙士一没有接我电话，你没和沙士一起来让我有点惊讶啊，他又睡过头了，那个笨蛋，我还以为像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会更尝试更努力一点，虽然说是这么说，但我忽然想起沙士一昨天说的那些话，我突然觉得很不安，我知道那对他来讲是没那么简单，我只是习惯性的回答他，或许我应该去他家叫醒他的，先把亮亮家感情交流。你连这个都知道，这是什么？我翻到了沙士里的诗，这首并不是他那天练习所朗诵的，而是一首我从来没读过的。什么东西啊 ？Get out, get out, get out！ 啊，滚出我脑袋！哦，他爆炸！滚出我的脑袋！在我听他说任何事之前，在我表示我有多爱你之前，果真在我喜欢之前亲过呢。但这种事永远不会有这些，他只是 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而且还把他印出来，莫妮卡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去接沙士里。所以我赶到了沙士里的家，并且敲起了门，虽然我根本不指望有所回应，毕竟他连手机都没接了，就像昨天一样，我打开了房门走了进去。沙士尼，他睡得还真是沉啊，我咽下了口水，我不敢相信我真的这么做了，去他家叫他起床，这确实是男朋友应该做的事情嘛，不管怎样现在只能这么做了。站在沙士尼的房门外，我敲了敲门，沙士尼，快醒来啦，笨蛋！没有回应，我真的不想就这样走进他的家，怪怪的感觉。不会是我想不开吧？中了！不会是我想那样吗？中了！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，我轻轻的打开了房门。沙士，不、哎！沙呀！跟他干嘛？怎么了？他暗生活耶，对吧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什么噩梦吗？这一定是，这不真的，他不会做这种事。傻笑，我尽力的压制想吐的冲动，我真的有恶心感。昨天我呢？为什么这样？我不应该向他告白吗？为什么？是吗？是我跟他告白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像妈妈这样，有办法阻挡吗？我们好奇的是。你等下读回来，哦，好啊，你等下读回来，你先试试看。他们说二周末不行，读到。哎，对，神回。我靠！他刚刚有跳那个，这边有跳那个神回的那个，看不懂了。不是、啊，哎，那我后面的剧情呢？他叫做沙回啊。这不是最一开始吗？哦，等下赎回了，那啊，那可以读回去吗？哎，剧情换了，就是没有他的剧情了，他不见了。放，所以后面有东西吗？后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吗？在学校日子的晚餐一向平淡，不知不觉结束了。我靠，主角完全就是人生变成废团废柴人生哎，他就这样没有参加社团，不是他的社团是加了一蹲社，然后过了四年。二周目了吗？就是二周目啊，就是你回到了你变成说没有他的他这个。我就先到这里啊。靠北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坏掉了、欸。刚好这三个人的那个人物把它盖过去，有没有看到？
对啊，这三个人组合成了一个人、啊。等等，还我，还我四季。哎、欸，忘记他名字了。我也忘记了，好难记哦。他名字三个字好难记哦。我忘了。等等，我忘记他名字。沙士里啊，还是什么？对，还我，还我沙士里，还我沙士里。好，那今天 Doki Doki 一周目就先玩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点个喜欢；喜欢我的话，请点个订阅，随时追踪影片，随时追踪动态。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就来玩二周目喽，拜拜。